来，我们来看这一段视频。这里是我的摩托车维修部，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摆放配件的地方，有一些摩托车维修的这个区域呢，就是我正常加工的区域。我正常做东西的时候会有切割和焊接，会在这个区域进行加工。里面这个工作间呢，就是我正常设计和一些细加工的地方。然后这里呢是我一个摆放我这个作品的地方，燃灯神兽，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品。啊，这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头盔架，我自己设计的头盔架，我平常放挂一些头盔啊、皮衣啊这一类的。那到这边来呢，是我的一个半成品的一个区域，这边会摆放一些我的正常一些做好的半成品，然后以后会进行加工。然后到这边来之后呢，是我的一个工作区域，工作台，我正常大部分的设计和细加工都会在这边。啊，这个特别有意思，这我刚刚设计的一个发音盒，老上海和汽车的 logo， 特别有意思。然后呢，上面还有一些我的一些作品和半成品，啊，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，1999年的电动自行车，我收藏了。然后到这边，这个阜阳路，就是我老家是安徽阜阳的，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我们老家是哪里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就我为什么把它推荐上来呢？其实它最最核心的一个词叫环保，所有这些在我们眼里都是垃圾，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，然后呢能出现这样一个巧手的工匠，我觉得特别值得给各位企业家推荐。垃圾，环保，再加上那个人满脸的络腮胡子，是，以及最后它上面一个阜阳路，永远不要忘记家乡，它有一种让人感觉流浪啊，他好像是走到哪儿捡到哪儿，捡到哪儿做到哪儿，但始终不忘记自己家乡在哪儿。一切都在路上，其实我们也都在路上，只是它更形式化一些。对，掌声有请乌鸡丝。诸葛老师好。来来来来，乌鸡丝是它的别称啊。别称，为什么叫这个？是油污的机械师的。哦，油污的机械师傅。本身我也姓吴，叫吴继思，也是。那你的原名叫什么？吴阳德。吴阳德，对，安徽人。安徽人，阜阳路。你是阜阳的呀？安徽阜阳颍上。对。我们刚才说你身上有一种流浪的感觉，你是曾经有过流浪的历史吗？有过啊。真有过啊？对。我是2000年来到上海，来上海的时候我只有13岁，那个时候到上海也没有人要，然后就只能捡垃圾，那个时候捡了1年多垃圾，对，是这样。苦吗？苦啊，2年多没吃过肉，天天吃面条啊。那时候租60块钱租了一间房，租了一间房子是在河边，下雨天有10几处漏水，然后我们就会在黄梁上面系上塑料袋，然后水滴在塑料袋里面。其实我现在还是喜欢捡垃圾，我很多东西都是我捡来的啊，觉得有质感的东西，能利用的东西，那我捡回来是把它拯救回来，而不是说它会被遗弃掉。啊，对对，反正人生啊，其实就是丢丢捡捡的过程，但捡什么不能捡罪恶，丢什么不能丢良心。我在上海现在有一家电动车摩托车维修店，干嘛的？改车的？修车。修车？修电动车摩托车。哦，生意还好吗？生意还行。还行。这2年生意能吃上肉吗？啊，可以吃上，能吃上。既然现在日子过好了，你干嘛还捡东西啊？我觉得能拯救一些东西，就比如说一些我捡回来的老袍子啊，它质感很美，然后能不能给它加以改造一下，能利用起来。这个是一个手机废旧手机配件做的一个摆件，然后它的效果是魔爪从这个手机的屏幕里面伸出来。魔爪？对，它是类似一个魔爪。它为什么叫魔爪？这个作品叫毒。为什么叫魔爪呢？因为现在人们特别依赖手机，哦，以至于我们本身应该是手机的主人，很多人现在变成手机的奴隶。对，它抓住你的内心那种感觉。对，这等于是一件艺术作品，没什么实际的功用。没什么实际功用，就是个摆件。下个这个啊，这个它的名字叫手裤子啊，这个是之前有我们有一个那个
摩托车友因为交通事故走掉了，然后我就做了这个守护者，然后进行义卖，卖来的钱然后捐给了他的家人。你这是再做了一个是吧？对，这是守护者四号，前面三个都已经义卖掉了，圈里全部都在募捐啊。然后我听到这个事情之后，我说我也应该做点什么事情。对，然后这个材料是拿什么做的？摩托车的离合器，这是离合片啊，然后摩托车这是离合器的底座啊，然后做的，它是呈现的造型是一个卡通形象的骑士戴着安全头盔啊。嘿，你手上这个镯子上面还有非你莫属四个字。对，这是我昨天刻的，我昨天来的时候做的。昨天刻的是吧？对，涂磊老师他那个鞋子也有来头。哦，这鞋子自己喷的是吧？对，鞋子是我用了大概3-5年了，这个当时，然后这旁边全部用裂掉了，开裂了，对，然后脚趾头都能露出来了那种感觉。哦，那你怎么了？然后我就捡了块那个包坐垫的那个皮塞进去，然后就用这种油漆浇在上面，然后还可以再用。你到底存了多少钱？存了多少钱？不是，你这太抠了，你这日子过得太节俭了，你这啊，一双鞋可以穿一辈子，你看。我是有时候比较念旧的感觉。你是哪里人？河南。你来北京多久？来北京10多年了。你现在住哪儿？我在清华美院住，就是租了一间房子。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在清华研修班要交钱的吗？交。多少钱？5万。你这些钱哪来的？可以说把家里边这个钱全部拿。其实看了他之后我心里蛮难受的，是因为很多人陷在自己的艺术小圈子里面，只完善了小我，而忽略了你还有更多的身份，更多的分身，更多的责任需要你去承担。那么其实你可以在业余时间画画，为什么你2年过去2年你一天没工作？不是，这2年我一边学习又一边参加这个中国美协举办这个展览呗，收入有10多万。哦，2017年你其实有人买你的画对不对？包括外交部收藏的作品。啊，这多好啊！而且就是，画画的绘画的人都是自由的职业者。哦，对。其实你的作品就是你的工作，哪有一个画家去到一个公司打工啊？但是我感觉啊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创作，我不太适合就是推销自己吧。咱们先看看作品好吧，他是个不太善言辞的人，去吧。他的意思是我能画但我卖不出去，就我自己不会卖。他不会包装自己。本身我觉得画画就不应该为了卖啊，就本身艺术这件事儿，你想做它你就得做好饿肚子的准备，你如果没做好这准备你别干。所以我特别想说，其实很多艺术家，我们认识的艺术家，我们知道那些名家是非常自私的，他们作为一个家庭人他们是非常自私的，但可能就这些人他们才能够创造出那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艺术。饿死了就没办法画了。对呀，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你来找什么吃的。对呀，我现在先问你自己内心动力啊，钱、名、成就感、自由度，你要哪个？自由度、钱，真的。自由度和钱，如果2选1，只选一个呢？你现在的压，现在就是啊，我压力是钱吗？钱。我只想问你们这些懂行的人，他的这个画，如果不进入任何公司，就自个儿卖。做画廊能卖得出去？卖不出去。卖不出去，也就是他这样做他无法生存。对，你也听见了，他们说现在靠你的画想生存是基本不可能的，你认同吗？你做过尝试吗？没有。对，那也就是说你这个不能转现变现嘛，对吧？我不觉得他画卖不出去啊，我觉得你的画我觉得是能卖得出去的。你能卖得出去吗，朱涛？首先的前提是你的画要卖多少钱，这个很重要。他如果是以装饰画去卖的话，以一张画的可能是1000块2000块，你到深圳那些版画很发达的地方不一定你卖不出去，但是如果你要变成一个艺术品那就可能够呛。好，可以卖出去，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你愿意吗？这样愿意，但是要画能卖出去我还是。你想卖多少钱？你比如说刚才那幅画7万。7万。对对对，我就问你那幅画1万你卖不卖？不卖。也卖，那你就按照那种方式去生活。还没完、啊、现场的他出1万，现场的有人们买。你是说你们吗？对对呀、啊、我们谁愿意买，出1万愿意买。我觉得大家，尤其是我觉得在座的15位 boss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评判他的艺术价值的标准。对，所以蛋总，我觉得你不能说他，你不能说就你愿不愿意出1万来买不买画来判定他的这个画到底价值多少钱。没有，不是，我们只是希望他找到他想要的生活方式，卖多少钱能卖得越高越好。
就是问，因为他今天来进入职场，他改变的东西太多。是的，所以他可以选择那种生活方式。涂老师，但没有人问为什么他要定20000块钱这个价值。我没有那样的义务去挖掘这个。那大家都不能有义务去评判他家的价值。我没有评判，我们只是告诉他，如果那种生活更好，今天的面试就到此结束，明不明白？我不觉得。那为什么很多的舞台的？那你有提供这样的职位吗？我没有这样的职位，但我愿意买他的画。你可以买的话，那台下你可以买啊。不是，可是为什么那有一些可能不着边的选手也有时间面试，为什么就不能有他的时间？我觉得是浪费时间呢。不，你没有这样的职位。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民间艺术家，我觉得就是大家有，哪怕他经过非你莫属，对他个人有一些帮助，我觉得也是有价值的。所有的 boss 们给到一个很好的点，就是我觉得很温暖的，就在想方设法帮他找到一条出路，找到一条出路，让他养家糊口。这说实话，我不偏不倚的评价。就是所有的企业家，包括涂老师，想方设法的在帮助刘涛来谋一份这个收益。很多人觉得艺术是无价的，但是艺术要为我们生存负责，艺术也等于价值。你还真别跟我谈什么艺术无价的。如果说艺术是无价的，那想想他们娘仨在那过什么日子？你跟我谈什么艺术是无价的？我父亲当年也是画这种画，他卖不出去。你知道他后来干什么吗？他后来就是那种檀木扇子。檀木的那个檀香扇，然后呢就在上面画熊猫，卖5毛钱一把。后来画得太累，就拿那个小的时候那个小学的小学生不是用那个垫板吗？塑料垫板，把垫板自己刻成一个熊猫的样子，在上面印。这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绘画的人，最后你还要生活呀，他也不愿意去画那个扇子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艺术是无价的，是相对于你尊重你的汗水，但是针对于现实的生活来说，你现在是要找到一条出路啊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。这里是爆笑综艺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